可以，第一个是我觉得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 Central Park， 然后开个直播，我可以给你们看 Central Park 的一些地方，我很喜欢的一些地方。直播完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吃一些东西，或者直接去 Times Square， 因为我觉得 Times Square 是挺特别的。我觉得很多人来 Manhattan 的时候他们会去 Times Square， 参观 Times Square 之后我们可以去 thrifting and 去一个 flea market。 我感觉这两个地方都在 Brooklyn。 对，我觉得 thrifting 我们可以去 maybe Broadway Fashion、 New York Brooklyn Fashion、 Brooklyn Brick House Vintage 这几个地方，然后 flea market 可以去 Brooklyn Flea。 然后结束这个之后要看天气，但是我非常想去 Little Island， 因为是一个新的地方，对吧？对，所以我还没去过，所以我想看一下，听很多人告诉我说是很美的一个地方，所以希望明天可以去。如果明天能看日落，希望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差不多 maybe 在晚上我们可以去一个地方，Maybe go to like a really high place that sees the view of Manhattan， 但是我还不知道，要看明天的天气，因为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是挺不好的下雨嘛，所以要看看明天。好，明天见。今天我们的计划有一些改变，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在直播的时候我说从下午4点到9点好像是这个时间可以看那个我的在 Times Square 的billboard 那个东西，然后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计划有一些小的改变，所以我们先来了 Brooklyn看vintage。 如果我们开车去那边需要20分钟，但如果我们 ride bicycle 至少30分钟。我们在 Williamsburg Bridge 上面，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因为感觉有很多女生的衣服。好，可以。你看，现在在这里，然后感觉大部分的vintage store 他们都在这里。你看，这个都是女生的衣服，然后这个感觉会有告诉我，店是这个，希望这次。是 OK 的。这个挺好的。
我很喜欢他，因为我感觉我的姐姐跟他很像，所以我特别喜欢他。This is crazy. You have so many good things. I like this final only round chuckle in the car. I like非常可爱的，很 like fantasy 这种风格，我特别这个我觉得很可爱。我这一次在纽约必须要买这种靴子，因为在中国找不到，就必须要买。我觉得这里是今天最好的，到现在最好的跟贴心。什么情况？哦、我要扫这个，所以不是这个，对吧？This bike is flagged for repairs. Please. Please. Oh, it worked. Goodbye. Hello. 现在是一个人。这是我 solo 的 vlog。 大家好，我是米卡，现在在 Williamsburg。 我现在要去一个 vintage 店，叫Monk Vintage。 因为我觉得在 Brooklyn 我们看的 Vintage 店感觉不是我的风格，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在 Manhattan 里面的几个thrift stores，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在那边会做工作。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天气还不好，所以我觉得去 flea market 不太适合，因为都是在外面。来，我们整个计划，我们找一个有番茄炒鸡蛋的餐厅啊，然后看看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希望那个餐厅的人也可以说中文。来，我们到了这个餐厅，湖南 Slurp 啊，所以我们可以进去试一下，好不好吃？来，你们看，已经有这个 Michelin， 2020年、2021年，所以感觉不错。我们要扫码，跟中国一样。我会选中文，我选了中文，我会努力。啊，我好难。哦，这个我最喜欢这个香菜小。什么牛肉分？我看得懂中文。这个牛肉分。刚刚我们在门口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关门了，但是因为我跟他们说普通话，然后告诉他们说我非常想吃香菜，我听到他们的餐厅是非常好吃，所以因为他们很惊讶，感觉我普通话非常厉害。一个外国人能说这么好的普通话，他们很惊讶，所以他们说可以的。然后对，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进来
吃饭，所以我非常荣幸，谢谢湖南 Slurp 番茄炒鸡蛋 Nice， 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个，一定需要一个米饭，因为我最爱吃米饭，白米饭。好的。是我们店比较传统的湖南菜。是吗？好。我先吃这个。跟中国非常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肉是没过的，就是跟牛排很像，但我觉得好吃，不辣。Oh my god， 这是最不一样的。我自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自己做炒鸡蛋的时候，跟那个味道是一样的，我感觉是炒鸡蛋的味道，不是番茄炒鸡蛋的味道。我感觉没有这个味道在里面。哇哦，是非常不一样，但我觉得好吃，好吃。这是我新的朋友。你觉得，如果你可以，就是如果最高是十分，你觉得我的中文是几分？我的中文是几分？八分吧。哇哦！你觉得我多长时间学的中文？你猜我多长时间？多长？对，你猜。三四年吧。差不多，是真的。什么意思？那个是英文。对，不错，买单。看一下，可以，差不多。这个不包括 tip。所以我自己会看一下给多少 times 0.30% 加这个是 30%， 可以。你看，哇哦，哇哦，我突然看找到了这个，在我这个 wallet 里面，就是非常特别，这个是$2。在美国只有$1、$5、$10、$20、$50、$100。我觉得大部分没有这个，所以就是非常特别，是 good luck。所以我最近会有 good luck。走吧。我们现在去我朋友的那个 vintage 那个店，叫 Tokyo 7， 应该是非常近。你看那个绿色的店，有一个很大的 Seven， 对吧？是那个 Tokyo Seven， 走吧。哎，我特别爱植物，这些植物。如果我现在在北京，我一定会买这个，我觉得非常特别，我很喜欢这个，非常可爱。Oh my god， 这个可以，好看。还有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小的时候在我家外面有很多这样的植物，然后如果 if I get hurt or anything， I would just break this off and then put it on my thing， 方便。Do good. Okay， we're gonna go in right now。你要说中文，可以说中文吗？说一点啊。我的中文比他什么好？我的中文不好的。Wait， is this actually how you speak Chinese？ Yeah， yeah。My Chinese is way better than Chinese， bro。我最近学的粤语是大戴高猴、欧海米卡、雷德、中影、我。
因为来这里是非常值得，因为感觉今天早上我们去了几个地方，感觉不是我的风格，但我 I trust my friends， 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这里，我觉得很值得。感谢你，感谢你 trust me， no， 感谢你，感谢你 is thank you， your Chinese is very bad 。我非常开心，因为今天我们去了很多这种 vintage 的店，然后我以为我们不会找到我喜欢的产品，但是最后 he came through， 然后买了很多，而且我感觉他们店里面的人是非常好，因为最后我差点钱，然后说 oh my god， 我不知道怎么付这个，然后那个店里的人说没事，我们可以帮你，然后我没付最后的钱，所以我觉得非常我没I never experienced anything like this，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Thank you， 我的朋友。Thank you for coming。OK， 好。我们现在在那个 Little Island， 因为我以前在这里的时候没有这个 Little Island， 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很酷。然后我快到岛上，三、二、一。还有那个 bird， 现在是六点刚好，我们在7:50要去 Times Square 看那个 billboard， 所以我感觉时间是 OK 的。哇，你听这个声音，那个 Times， 而且这个风，包括这个风，这个味道，这个天气，这个声音，我觉得是非常 peace， 很有宁静的感觉。Hello. Good. Could I get the chocolate chunk cookie and just bubbles? That's all. Okay. No,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good day. Bye bye. 你看，我很喜欢这里的人，我觉得好可爱，非常 positive， 我非常喜欢。我感觉我在很多的不同的城市的时候，感受到很多不同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在夏威夷，在纽约。有这个正能量 positive energy 是这么用对吧，有很就是有这个正能量，所以我特别喜欢，感觉他们会给我这个正能量，而且会帮我做更多正的东西、yeah. 你们可以看那边有世贸大厦 One World Trade Center， 是一个在纽约非常重要的地标，所以你们可以看它。然后你们可以看这里的风景，我觉得是非常特别。差不多，我们刚刚看了 Little Island，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还要等一个小时看这个日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 Times Square 看我的那个 billboard， 因为好像在7:30什么有一个，然后现在是6:30，所以感觉时间是 OK 的，所以我们过去。好，我们到了 Times Square， 你可以看我后面，然后现在是7:18，然后要等10分钟，好像我猜是这儿，这个地方会出来我的那个 billboard， 你们看是不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以前很多次在微博上看到
在纽约我的这个 billboard， 因为你们之前帮我很多次上这个 billboard， 但是我没有机会来看，所以这一次特别开心可以来看。还有五秒钟，三二一三，哎呀，怎么等一下已经是32。来今天我特别满意，因为买了很多好看的衣服，吃了好吃的饭，然后最后看了很特别的东西在 Times Square， 所以我今天特别特别开心。然后对，明天是我们来纽约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很期待明天。拜拜。今天是9月11号，然后是 Michael Kors 秀的day， 然后我特别兴奋可以去看他们的秀。好的，我刚刚看完了 Michael Kors 的秀，然后现在我们在回酒店路上，因为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看 Michael Kors 的秀，我非常很开心，因为我觉得 everything 今天是很完美，那边的风景、氛围，然后我旁边的人都是很大的明星，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小的时候看到的会看的大明星，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这里，我非常开心。好，我们现在要去拍这一套，然后也要跟何穗见面，跟他合作，然后跟他聊天拍些东西啊，对。幸亏街头驻唱任务，哪里的街头？就是时代广场吧。地铁站。No. 今天可以参加 Michael Kors 的活动，可以跟Bazaar 合作，还有可以跟何穗一起合作，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跟他聊天是好玩，因为我们可以很快的开始开玩笑，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拍得很自然，而且拍得很好，所以我觉得 OK 的。他觉得我拍的照片，他说的是挺好的，我也觉得我拍的还 OK， 差不多15岁，我开始买相机。
开始拍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还可以，我觉得不是很厉害，不是很好，但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模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他不拍得好，对，不是因为我，但我觉得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拍他，我非常荣幸。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在纽约，是我第一次在纽约拍杂志，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第一次跟这个 photographer 一起合作。然后其实我来这里之前已经知道他，因为我觉得他拍的照片都非常好，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photographer。 我觉得今天真的没有一张不好看的图片，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好，我们刚刚拍完了今天的大事，然后觉得你们可以期待，因为最后在一个很特别大有特别多人的地方拍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感觉你们可以期待。我非常尴尬，但是我觉得我们拍得很好看，所以觉得你可以期待。